我说那个啥小战瓜熊娃咱家没娃，那你想吃啊？我说炒个这个不行了，炒个青椒洋葱八爪鱼也行啊。这八爪鱼怎么卖啊？这68一斤。68一斤。你不是按块的吗？随便你要多少称一下，上秤称的。哦，来一份尝尝。要不要多一个？你给我称一下。到这儿当然得吃海鲜了，点了四个，点了个帝王蟹，一个这个鱼，一个八爪鱼，还有个花甲。这顿饭花了我好几百了，你报销不？不报销。那你粉丝骂你报没？骂我？啊？没关系啊，我挨骂，扛骂应该说。菜上齐了吧？这是比目鱼。啊。清蒸比目鱼。还有道鲍鱼没上，还有个鲍鱼，嗯，赶紧吃，一会儿都凉了。葱爆八爪鱼，啊，黄帝蟹，哇，这个蟹厉害呀、啊，嗯，这一只蟹好几百，花甲炒花甲，好，开吃，看这个吃相啊，好吃，好吃、啊。去年咱们去海南的时候，我们都没吃上。化验了，不能吃这种。赶紧吃，一会儿没了。哎呀！走。吃的干干净净。光盘行动。光盘行动。你说搁这个？给他往上拖了吧，再用，别那你那点油渣。可惜了。走了，这不是你伙计给那个瓶子往碗里当一本书啊。走吧，吃饱了，来海边吃一顿海鲜。为啥会选这一家呢？是因为我们在来的路上，老板接着我们的车说来这边旅游的吗，给我们好热心的介绍，然后我们中午就来这儿吃了。这就是会做生意。走，上车，打道回府了啊！走，嗯，看这边的山，有山有水，真美。我们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连云港，来这儿玩了一天，现在准备打道回府。我们已经上连霍高速了，拜拜，哎，拜拜。司机挺顺的，顺着连霍高速直接到开封了。啊，拜拜！今天玩爽了吗？